16F30， 这个剧情呢，我要用另一种技巧来呈现，那就是双击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单击的右右左。这个技巧的关键动作呢，在于双击的第二下不能踩死，在左脚第二下踏下第三点时呢，右脚必须要回到双击的起点。第一步，先试着将右右左这个双击与单击交替的动作产出，并且呢，让右边踏板保持双击第二下 open。第二步，做完一组右右左后呢，右脚回到双击的起点，再踩一下。三点，回到双击起点的右脚再做一次双击，并且加上左脚单击，这样呢便能将301的矩形做成601。在熟悉这个技巧之后呢，可以试试看演奏以下的范例。